突的一个种球，种下去之后很快呢就长出花芽来，就像我这两颗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种这种朱顶红种球，种上去之后没能让它快速长根的话，那么等到它开完花之后，这个种球营养就会耗尽，搞不好它就很快枯萎。所以呢，我们种这个朱顶红种球能让它保证正常开花，又能让它快速长根。这个时候呢，我们种上去之后可以每次浇水的时候呢给它用上这种增根壮花型营养液。因为这种增根壮花型营养液它不单可以促进长根，同时呢又可以给花苞提供大量的营养。我们只需要每次浇水给它用1:1000的比例兑水，然后呢给它浇灌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既可以促进长根，又可以给花苞提供大量的营养，这样就能保证它开完花之后又可以正常的吸收营养，不会导致这个种球快速的干掉，那么后续养护就轻松多了。当然了，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不单朱顶红种球可以用，其他花卉它也是可以用的，尤其是在花期的一些花，既可以强壮根系，又可以给花苞提供营养，开完花之后就不担心养分消耗过度导致生长。